大家看水池边这一片绿油油的植物，它的名字叫马缨丹，它开的花五颜六色，所以它也叫五色梅。别看它花朵特别绚烂，其实它有几个古怪的地方。第一，因为它花色丰富，对昆虫吸引力更强，导致蝴蝶和蜜蜂都移情别恋到它身上，所以它周边的其他植物变得授粉困难。第二，它会散发一种杀虫气味，虫蚁不会在它身上产卵、繁殖、进食，所以它几乎没有虫害。第三，人们发现马缨丹落叶在水体中会缓慢释放化感物质，能抑制水葫芦的生长，所以在淡水生态系统周围栽种马缨丹，能实现以毒攻毒，以草治草。我是李文革，关注生态农人合作社，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生物。